有回来的，现在好像是12个人，好像是。啊。反正还在大力招是吧？我记得。对，还要估计还要扩一半吧。他总共计划是300个 PI 嘛，300个 PI。现理在，学院要招300个 PI。全校是啊，哦，OK，那理学院呢？四五十。理学院估计是100吧。他计划的是每个学院100人吧，应该。那最后可 OK。能。现在生命科学院招的很猛，他说他们现在多少？他们招的现在肯定是超过一半了。我们是30多个人嘛，他们都可能60个，我觉得得差不多了，50到60了。没实习工，他可能是弄得比较有经验了，就是说国内关系也比对，较熟，对，号召力比较大。是的，因为理学院它分化学、物理和数学嘛，其实数学这块挺难招人的，我现在是，就嗯，本来就少。就是了，好，我看时间差不多，好，那最后1分钟，咱们准备准备啊，马上开始。好的，好的，啊，这边直播画面应该已经切进来了。现在看到的应该是您吧？啊，现在应该看到我的那个 PPT 吧？好，那时间到，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由科研云 NML 联合推出的材料科学前沿系列云讲座第82期，我是主持人胡适，来自天津大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西湖大学的张彪彪博士和兰州大学的唐宇博士来做学术报告。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的第一位报告人。张彪彪，西湖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9至2015年在大连理工大学攻读工学博士学位，2015至2020年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员工作。张博士长期致力于人工光合作用和太阳能燃料领域，主要研究方向是高效水氧化催化剂开发和器件组装。他的研究涉及配位化学、催化化学、材料表界面与新能源的交叉学科，已在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8篇，其中译作和通讯论文19篇，包括 JAX Angle 1、JOE Chemical Society Review SS Catalysis 等等。目前他已1500余次。今天，张博士给我们带来的报告是关于水氧化催化剂开发与太阳能制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各位老师、同学，线上的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的这个晚上，首先感谢胡老师和陈老师的邀请，感谢胡老师的介绍。我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然后和今天有幸和唐宇老师这么有名的名师一起来参加学术活动。也是很激动，也挺有压力的，然后也很荣幸。胡老师刚刚介绍了我呢，博士阶段开始就一直从事的就是水氧化催化剂开发这方面的研究。今天也是我当老师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报告，来这个科研云这么好的平台呢，为大家做在水氧化催化剂开发以及太阳能制氢方面的一些工作结果的汇报。今天我的汇报内容呢，包括以下4个方面，先会介绍一些背景介绍，因为咱们这个是在网上嘛，然后还会放到这个网上一段时间，所以希望也是有更多的可能其他
非专业的、非本领域的人也能够去关注。那第二部分呢，是锰氧化物水氧化催化剂以及一个高价锰机理的汇报。这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可能到后面第三、第四部分，水氧化分子催化剂和太阳能制氢，我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短了，会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汇报。首先我们这个呢是置于一个叫能源的社会里，可能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以前我们在社会中是用什么？人民币啊，纸钞，现在可能是用的是支付宝网络的，然后我们打车用的是滴滴。其实这种社会的发展，它的能源的消耗是更大了，因为支付宝啊，或者我们每个人的这种信息的加密、账户的加密。大数据的运算都是很耗能的，所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一直都是伴随着能源的探寻、利用和争夺的，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源其实也是短缺的，像非洲啊这种贫困的问题和能源也是息息相关。但未来呢，可能咱们就是人工智能啊、5G 啊，这些发展也需要更多的能量。就目前的社会来说呢，我们主要的能源来源还是化石燃料，这个是从17世纪的这种，工业革命开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近100多年以来呢，这个化石燃料的使用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的。正是由于这个化石燃料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近40万年来，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呢，它的含量呢都是这样波动的，有很高的时候，也有很低的时候，但是呢，都会到一个峰值以后也会回来，但是现在呢，就是近1000年，我们看从正好就是从这个17世纪、从这个18世纪开始，它是从一个快速增长，而且从一个高点到了一个翻倍的这么一个情况，也是由于这个二氧化碳，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呢，导致的平均气温现在已经是上升了1摄氏度了。那可能在未来，如果到达2摄氏度的临界值，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其实化石燃料它的使用，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它并不能很好的支持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正是关注到了这些问题，也是每个国家都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就是咱们主席习近平，习大大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咱们要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欧盟包括美国，他们也是在，也是提出来啊，要实现这种碳中和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呢，咱们整个人类社会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能源的革命，是一个脱碳的过程。那我们应该转向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新能源，咱们国家在新能源方面其实做的是很好的。我们坐高铁的时候，有时候比较长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风车，很多大风车。那我们的水力发电也是，利用的也是很好的。当然，这些呢，目前来看还不足以支撑能源的革命。我们可能更多的应该转向的是太阳能的利用上，目前，那这句话没错，还是很有限的。但太阳能呢，可能会在现阶段作为一个很好的能源替代形式。原因是什么？其实太阳能是很巨大的。这里有两个小的数据分享给大家。我们每天照射在地球上的太阳能是多少呢？照在地球上每一个小时的太阳能就足够全球的能源消耗。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收集0.02%的太阳能，就可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了。那如果我们开发的器件是或者这种技术是10%的利用率的话，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我们只需要覆盖，我现在在浙江省嘛，可能就覆盖浙江省2/3的面积，可能这么大一块面积就可以实现全球的能源需求了。那么光伏发电呢，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不仅是40%，而是远远超过10%的。那么，我们大面积的铺设光伏来用电来解决能源问题，可以吗？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2019年的全球能源消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析里边，它的总能源呢，大概是16泰瓦左右。那么，
其中仅有25%的是以电能的形式来提供的。这说什么？很多的能源我们是以这种产品啊、燃料啊这种形式啊，我们要坐大飞机，要坐大轮船，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绿色的能源和绿色的化学品。这时候我们转向这个自然界去看的话呢，我有一个过程叫天然光合作用。天然光合作用呢，利用太阳光将水和二氧化碳去转化成的有机质。受此启发呢，人们可能就提出来了人工光合作用的这么一个概念，利用太阳光驱动水的氧化为氧气，利用提取的质子和电子来做还原反应，生产氢气作为燃料，还原二氧化碳。做甲醛、乙烯等，然后还原氮气、制氨、氰等这些化学品。当然，这里我们看到整个人工光合作用依托的一个核心反应是水氧化反应。但是水氧化反应呢，它是一个涉及四电子、四质子转移的反应，它的在 pH 零下的热力学电位是1.23伏，而且呢需要很高的过电位。好的催化剂可能也要需要300毫伏左右的过电位，大多数催化剂需要很高的过电位。那么水氧化这样一个反应，在地球上是存在了31年了，然后，但是呢，现在它就是实现人工光合作用的一个瓶颈反应。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的是催化剂。催化剂呢，就是通过和底物进行一个作用。这里呢是水和金属配位，配位在分子催化呢是配位，那可能在材料呢就是一个吸附，通过这种氧的二 p 轨道和金属 d 轨道的这种相互作用来形成一些中间体，这种过渡态和中间体会使能量下降而实现一个催化的效应，在直观上反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反应。这个催化反应的过电位的降低。那么具体来看，水的催化氧化是怎么样的呢？是一分子水和一个催化活性中心进行配位，配位以后呢，由于这个催化活性中心被氧化，进而水的氧氢键 OH 键就会被活化，它的 pKa 就会改变，往往呢，在这个氧化的过程中就会伴随着一个质子的脱去，叫做质子五和电子转移。那再发生这么一步，会产生一个氧的活泼中间体。这个氧的活泼中间体的性质决定了它会以什么形式形成氧氧键，比如说以亲和进攻、水亲和进攻的形式形成氧氧键，而释放出氧气，完成一分子水的氧化，或者呢以氧氧耦合。这里以分子催化剂的时候呢，就是叫双分子反应。当然这里，材料中呢也有一个叫这个晶格氧参与的反应机理。那么催化剂，水氧化的催化剂呢？如果说从分成分子催化剂和材料催化剂来看的话呢，分子催化剂呢，就是以这种有机分子配体的金属络合物、配合物为催化，以一个预留的空配位呢，作为一个催化位点来实现水的催化。在材料上呢，以这种氧二负、硫二负等原子离子为配位点来支撑的这种。材料结构某一些缺陷位上呢，作为一个水的吸附点，来实现水的催化。当然，不同的配体、不同的材料结构，决定了这个催化剂的活性，包括它以什么形式来形成氧氧键。这种形成的高价态的中间体的活泼性，它的性质决定了催化活性和氧氧键形成方式。而对于材料来说呢，近些年比较经典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这种火山图的吸附能通过氧在材料表面的吸附能来解释。当然，这个呢，因为我主要是做分子的，这一块呢，大家是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很好的解释的。但是我的建议是，还是不能太迷恋这个这种解释的形式，因为这个催化的反应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一点。那我们的研究呢，就是去开发这种水氧化催化剂。以分子催化剂为主，也做一些材料的，通过配体的优化和机理的研究，去找到活性高的催化剂。下面我就开始讲，在
虫状锰氧化物催化剂研究方面的一些结果，包括天然相关联的天然饲养中心养养箭形成基底方面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绿色植物呢，会把水氧化成氧气，那么这个反应是怎么发生的呢？现在科学家已经有了很清楚的认识，相对清楚的认识，在绿色植物中呢，有一个光系统二是已经晶体已经是解出来了。那这个再放大去看呢，就是这个局部区域作为水氧化的反应中心点，那有这个吸光的 P680，那水的氧化呢是从这一个 cloud 锰氧 cloud 继续把它放大看的话呢，就是这样一个有众多的氨基酸。包括氧为配位的一个锰式钙氧五的这么一个结构，来催化的水的氧化。那既然自然界是以锰，而且呢是以这种多核锰的结构，锰处多核锰处的结构，那么锰呢在咱们地球上的这个元素丰度还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也是很低的，它相对于镍和钴都要高很多元素丰度。那如果以锰为催化剂，去做水氧化催化会怎么样呢？那大，尤其是这种层状的化合物，它的这个通过这种边和边 share 的这个共享的结构形式呢，我们来看，其实它和自然界的这个结构是很接近的。但是很遗憾呢，往往这种真正的这种层状结构的锰氧化物呢，它的催化活性是很低的。那我们其实，在关注到这个材料的时候，首先是了解到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超级电容器的材料。在充电的时候呢，一些离子啊就排出去了，水它就进来了。但是呢，由于它完美的这种晶体结构，它不能被深度的氧化，也就不能进行催化，这是和催化相违背的。所以我们就在想，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层状结构，如果能打乱的话，是不是它的这个就能够被深度氧化，而作为一个催化剂了呢？这里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电层级的氧化锰，然后呢，在加热300度的情况下。不破坏它的这个层状结构的层，去把水给提出来，这是它的一个电镜图。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在烧之前、烧之后，它的这个形貌变化是不大的，可能这个纳米尺寸稍微缩小了一点。但是呢，很明显的，我们通过这个 TGA 的分析、热重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先有一个失水的过程，大量的水，这个是物理吸附的水，任何物质咱们去做都会有的，大概就是这个几十度的情况下，但是呢，在180度左右这里呢，就会有一个第二个一个失重，这个过程呢，它失去的这个水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层状的水，这个是有文献报道的。然后第三个有一个很小的风，很小的失重的过程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这个纳米片上的一些氧啊或者吸附的水的这种失去的过程，这种氧晶格氧的一个失去，那这个是用红外可以很好的去看得到的。我们看到这个红外的1635风烧以后呢，就变得很小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1436风呢，这个是它层间的水烧以后完全是消失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烧以后的这个300度退火以后的这个氧化锰呢，它的这个锰氧键，锰氧欧维次变多了一些，这是由于它这个晶格氧失去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悬挂欧维次吧，可以讲这个叫是吧？然后这一点呢，其实也是通过这 XRD 可以看到的，虽然它的结晶性不好，但是在吸出来的氧化锰，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的它的这种层状结构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烧以后呢，这个层状结构是消失了。那么这种被活化以后的富有缺陷的 C 项无序的 delta 氧化锰，我们这么称呼它，它的催化活性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一下就出来了，而且是很大很好的催化活性，稳定性也是很好的。当然，这个我们的测试呢是在这个中性条件下，没有进行 RRR 这种校正的情况下的这么一个催化活性。这个活性目前在氧化锰里面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最高的吧。但为了进一步，我们想，OK，我们打乱的层是可以使没有活性氧化锰有活性的，那么
我们想更好的去正视这一点，因为你在烧结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变化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怎么去进一步正视这一点？我们说水氧化无非就是，这个水的活化氧化键形成，那么涉及的就是电的转移和质的转移的过程，这是两个重要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成状氧化锰它的结构单元和这个自然界的结构单元是很接近的，那可能问题就在于电子的传递和质的传递来问题的，所以它的活性是低的。所以我们就想去证实这一点，怎么做呢？我们先用水热法合成的这种完美晶体相对晶这个晶体结构相对完美的这种成状氧化锰结，催化剂，它的活性是完全没有活性的，几乎是没有活性的。那我们呢，先用一个这种湿法拆成的办法，得到这个氧化锰的纳米片儿，然后呢，把这个纳米片儿和石墨烯去组合，去解决一个电子传导的问题。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中呢，这个韩国的 Nakamura 教授课题组他们报道了，在溶液中电解质溶液中加入这个吡啶的话呢，可以作为一个质子传导的一个作用。所以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官能团直接修饰在了这个石墨烯上，去做这么一个复合材料来辅助质子的传递。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做了这个拆成的这么一步以后，这个氧化锰一在玻璃碳电极上的氧化锰的催化活性就提升了30倍。那进一步呢，以石墨烯来使电子传导更好的情况下，这个红色的曲线，这个红色的极化曲线又提升了10倍。那我们引入吡啶集团去解决这个质子传导，辅助质子传导的这么一个作用以后呢，又进一步提升了2倍，所以整个的这么一个复合材料复合的过程下来以后，它的这个催化活性是提升了600倍。这个工作呢，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要证明，锰氧化物之所以没有活性呢，它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它的电子传导和质子传导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证明了在水氧化过程中呢，电子的传导和质子传导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在设计催化剂的时候，如果针对性的去做的话，会有很大的提升对催化活性。那既然我们得到了一个活性很高的锰氧化物，也知道了它的一个结构的性质，但是我们很好奇的是它的催化机理是怎么样？它的关键中间体是什么？所以针对这个 C 项无序的这个 delta 氧化锰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研究。首先，我们是在这个循环氟胺的扫描中呢，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还原峰。当我们扫描过来、扫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还原峰。这个还原峰呢，它和放氧的过程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我卡在1.05伏这个部分在扫的时候呢，这里就没有这个0.93伏这个还原峰了，因为我们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去通过这种电解的方法呢，来确定了这个催化剂它的这个启动电位 onset potential 的大概位置呢，就是在1.05伏。我们这里如果放大看的话，也是可以看到的。1.1伏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水氧化反应是发生的。那么我们下面就怎么样呢？我们在1.05伏的时候做一个长时间的电解，大概10分钟的电解以后呢，做一个回扫，从高电位到低电位的回扫，我们没有发现这个0.93伏的这个还原峰。但是当我们在1.1伏的时候，也就是说有水氧化发生的时候，电解完以后呢，再做这个回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还原峰。但是呢，当我们再回扫回来的时候，这个还原峰就没有了。进一步的，如果我们从 高电位到低电位，逐渐去从这个高电位往低电位扫描，随着这个电位的提高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呢信号是在增强的。这三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观察到的0.93伏这个还原峰是和水氧化过程相关的一个物种。这个物种呢，它能够产生，而且呢，它和水氧化有关，而且呢，你把它还原以后，它就没有了，它就消失了。这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中间体。更有意思的呢，下面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在电解
在电解一段时间以后呢，立马进行挥手，可以看到这个0.93伏的风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电解以后呢，等待20分钟以后再扫呢，这个风变小了。如果等待40分钟再回扫呢，就变得更小，1个小时呢几乎就消失了。也就是说，这个物种它是会自己会 decay 的。那它的这个消失的过程呢，大概1个小时，它的是它的一个寿命。0.93伏得到一个中间体和水氧化有关。那我们呢，为了得到它的结构呢，进行了一个这个叫什么ex situ 的这个实验，就是刚做完电解实验，立马就把它去做红外测试。我们发现了4个新的风，那这四个新的风的归属呢？前三个风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电解质溶液用的是磷酸根，所以呢，这个是来自于磷酸根，这个也是通过控制实验来对比到的。很有意思的是，最后一个风912伏的这个风呢，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呢，逐渐的也在 decay，而且这个风呢，随着电解过程中施加电位的增强呢，它也在增大。更有力的一个证据呢，是我们用新沉积的氧化锰，就是没有烧过的新沉积的氧化锰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就没有看到这个912这个风。大家看到了920这个风呢，实际上它也是磷酸根的这个风，所以它这个地方是有重叠的。那么通过这个红外的研究呢，我们也就发现了什么？我们就发现，它和前面得到的0.93伏的黄岩风很有可能是同一个物种，和水氧化有关的一个中间体物种。那么这个中间体是什么？我们进一步去做了一个同位素标记实验，因为有了红外，同位素标记会是有很有力的一个研究手段。首先，我们用刀带水，没有看到这个风的移动，那说明什么？可能这个结构中，我们认为它是不涉及到一个质子的。那如果我们用氧18水去做的话，非常惊喜的发现了一个877的这个波数的一个峰，像这个大概有30几的这么一个像蓝移的这么一个移动，是用公式可以计算的，它是一个蒙眼见的振动峰，是可以对得上的，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知道，在我们电解以后，这个物种会逐渐的消失，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OK，这个877的风，我们如果把这个样品放在红外上，啊，逐渐的在消失。但是呢，912这个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黑线，第一条，它并不是直接就消失再下降，而是先上升后下降。这说明什么？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物种是一个活泼的物种，它会和空气氛围中的水或者是氧气有一个交换反应。所以说呢，877这个物种，它这个风的下降有2个原因，一个是它本身的一个降解，另外一个呢，是它的一个交换，所以呢，912开始，而且它的交换速度是远大于它的这个降解速度，所以912先上升后下降，大概几个小时以后就完全消失了。那么我们开始时候也在想，这么一个信号，它是一个中间体，我们知道它也活泼，我们知道，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大概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锰氧，那么锰是几价呢？我们去考虑的方向有锰4价氧 oxo，或者是锰5价氧 oxo。我们找了很多的参考文献，但是呢，它的这个912的这个红外吸收风是对不上的，远远对不上，要差好一两百个这个波数。所以我们最终没有招了啊，想到了是不是更高价态的？那通过对比发现，我们得到的这个912呢，和高锰酸钾，也就是说7价锰的风是很接近的。那我们就初步提出了一个想法，是不是
我们得到的物种是一个悬挂于这个氧化锰表面的一个，这种一个四面体的七价锰的氧 oxo 的这么一个中间体。那不同之处呢，和高锰酸根不同之处是，它是和建连在这个一个活性位点环境内的，有可能是表面，有可能是角，有可能是这个表面上的。那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如果是一个高锰酸钾的话，那它是不是一个高锰酸钾由于吸附在了你的这个材料表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锰氧化物呢，在这个催化水氧化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分解物种，就是高锰酸根。那你这个高锰酸根是不是就是简单吸附到？当时我们也很担心是这么一个结论，所以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就是把高锰酸钾溶解在电解质溶液中，然后去以我们的锰氧化物呢为一个工作电极，当没有高锰酸钾的时候是这个绿线，当有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看到这里多了一个还原峰，这个还原峰呢就是高锰酸钾的还原峰。然后呢，在相同的实验中，我们通过先电解，然后再回扫的情况下呢，就看到了这个0.93伏这个峰。也就是说，0.93伏这个峰并不是表面残留的高锰酸根的还原峰，而且呢，这个还原峰的电位呢，比这个高锰酸钾的还原峰的电位要高得多，也就是说它更活泼，它的氧化性更强。另外一个实验呢，我们把这个氧化锰呢浸泡在高锰酸钾溶液中，然后拿出来呢，把它刮下来去做这个去吸附高锰酸钾，然后去做这个火罐呢，发现这个峰呢，是确实会有高锰酸根的这个峰，而且它确实也红移了，说明是有一定吸附的。但是呢，简单这种吸附在表面上的，这个高锰酸钾，它的这个稳定性是要好得多的，也就是说它没有活性的是。另外一个实验呢，我们就用甲醇作为一个还原剂去和这个物种去发生一个反应。我们发现，把甲醇的已经溶液去和这个电解以后的氧化锰进行一个浸泡，1分钟之内就完全消失了。那么高锰酸钾会怎么样呢？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把高锰酸钾滴加在相同的这么一个反应液中，我们发现高锰酸钾这个没有任何的下降，即使通过6个小时，也就是说高锰酸钾并不能氧化这个甲醇。所以我们这里啊就确认了，我们观察到的这个中间体呢，就是一个有四面体结构的这种锰七价的类似高锰酸根的这么一个中间体，它是悬挂在的这个催化活性位点附近的这么一个结构。进一步，我们就根据这么一个中间体的捕捉呢，提了一个这个锰氧化物催化水氧化的机理，通过里面的三步的氧化呢，就会产生这种锰四四四。在这个催化活性位点附近，就会产生这种锰四四四的一个这个中间态。那下面发生的，我们叫一个电荷充排，会产生由电荷充排来产生这种七价锰。关于这个电荷充排呢，咱们来后面会讲到这个电荷充排产生七价锰。然后呢，在这个有电压的情况下呢，这个表面的电位呢就会高于，就是一个表面电位就会高于现在我们停止电解的时候的这个状态，那么它就会继续氧化。当我们停了以后呢，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叫 resting state 这么一个状态。那自然界的水氧化的机理是怎么样的呢？关于这方面呢，这个生物化学科学家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研究进展，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个的结构的，晶体结构很清楚，而且呢，现在通过原位实践已经捕捉到了它的 S1、S2、S3 的状态。所谓 S1、S2、S3 呢，就是在这个催化循环过程中要经过4个电子的转移嘛，所以说每一个电子的转移呢，称为一个状态，算成起始态的话呢，就是总共是5个状态，从 S0、S1、S2、S3。现在已知的是从 S0、3、3、3、4这一个状态，经过3次电子的转移，会形成一个四四四的状态。然后呢，也已知从 S2 到 S3 这个过程呢，会有一个水
发入到结构中，形成一个这里一个新的氧的插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 S2 到 S3 的一个变化啊，就是一个这个插入，最终形成这个状态。那再往下发生的时候，人们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了。当我们在继续氧化这个 PM2 这个试氧中心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蒙克拉夫特不能被继续氧化了，而是出现一个中间的停留状态，就是这个氨基酸它二是 Z 会形成一个 radical 一直停在这里。正常情况下呢，是这个它二是 radical 会氧化这个 class，而现在观察到的呢，它不能继续氧化了，停在这里。然后呢，过200微秒以后，这个结构呢上会跑掉一个质子，至于哪个跑掉的，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大概率可以知道呢，就是跑掉质子以后的结构呢，应该和这个结构是很类似的，不然的话，大家可能就观察到这个结构了。所以，这是目前这个催化循环已知的东西。那继续反应会发生什么是未知的？可能再多知道一点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当失掉这个质子以后呢，这个状态下停留1到2个毫秒以后，就会有一个氧气放出来，回到 S0 状态。那么1到2个毫秒是这整个我们看到的这整个催化循环每一步里边最慢的一步，最慢的一步。但是呢，这个过程中恰恰没有中间态被观察到，没有中间态被观察到，这是为什么？那大家也有一些猜测，对于这个 S4 状态最关键的这个氧氧键形成的这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英国帝国理工的这个 James Barber 为主的，还有这个美国的 Gary Bradwick，他们提出呢可能是以这个锰五 oxo，然后水氢二进攻的机理。那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Persikban 教授呢，以这个计算化学的形式呢，通过研究，他们提出呢可能是通过这个新插入的氧和氧五之间的这种自由基耦合的机理。但是这两种机理也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假说和提法上。当然有计算化学的这个机理是有计算化学的支持。我们这里提了一个根据我们新发现的这个高价锰可能参与的这么一个在氧化锰上的这么一个发现呢，我们提出了一个中间态，我们认为可能会是这个悬挂锰上的两个氧进行耦合。那如果把这个中间态放到这个催化循环里边，会是怎么样呢？整个循环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 D(S3) 到 S4 的过程中，首先它二是 radical 形成，但是呢，这个氧 cluster 不能被氧化。下面一步呢，已知的失掉一个质子，失掉一个质子以后，1到2个毫秒放出氧气。我们这里认为，这1到2个毫秒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前面我们提出来的叫电荷重排，电荷和结构的重排。在这个过程中，新插入的氧，我们认为没有参与到氧氧键的形成，而是什么呢？替代氧五的位置，替代氧五的位置形成新的氧五，而在这个结构重排的过程中呢，氧五被有一定的偏移甩出来，然后呢，一旦这个结构重排完成以后，也就是电荷重排、结构重排完成以后呢，这个它是 radical 立马就能继续氧化这个 cluster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444这里变成了333，电荷每个电荷都降低了很多，而所有的电荷都集中到了这个锰七的这个 open 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做催化的，我们会知道的，当我们氧化一个位置的时候，电荷会集中在哪里？会集中在可以承载电荷的位置。那么这个锰七它的 open 下来的有2个水的这个结构上，从一个6配位到一个4配位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氧氧键形成。氧气释放，羧基的配位回来，回到一个 S0，这所有的过程，我们看到整个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没有大的变化，仅仅是质子的转移或者是很轻微的这种羧基的一个扭动。对，这是我们提的这个机理。那么这个机理，我们很抱歉，这个机理我们涉及到2个问题需要回答，一个就是说你提到这个质子，这个电荷重排从444到7333，这个可能吗？第二个，就是这个气价锰上的这种氧氧键形成的方式可能吗？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从444到7333这么一个电荷充盘的过程是不是可能。那我通过查阅很老的文献啊，当然也是自己先提出来这个，然后通过查阅老的文献受到启发，有这样几篇文献。这几篇文献讲的什么呢？就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我们把四加锰放在水里的时候，他们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水这个溶液立马就变成了只是而且伴有气泡的产生，就是氧气的产生。那这个过程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基底，也就是说从444到7是有可能的。后面至于这个氧气怎么产生呢？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文献。那另外呢，也有人发现，当用氧化剂去氧化这种双核锰以铊比定，就三联比定配位的这种双核锰的时候，会有七价锰，就是高锰酸根出来。而这个高锰酸根的产生呢，它的这个动力学他们有研究，这个动力学呢和这个双分子锰之间呢是一个二级动力学，也就是说会有两分子的这个双分子锰去反应。那总共算下来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四核锰的参与，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锰化学的这个叫 Latimer diagram。从这个热力学这个过程我们看的话，其实锰的氧化从锰零到锰四这个价态的氧化都是很容易的相对。但是你如果想把一个锰从锰四价氧化到锰五价的话，这个电位是超高的。也就是说，单电子氧化的过程，锰四到锰五是很难的，你可能需要很设计很巧妙的这种配体去稳定这个锰五的状态，扭曲的配体可能才能够完成这个反应。那么自然界选择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越过这一个单电子的过程，而是通过多电荷的重排。所以通过这些文献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四个四价锰到一个七价锰，三个三价锰是可能的。那么这个氧键的形成是不是可能的呢？首先，我们从热力学上说，水的氧化是0.82伏，而高锰酸根的它的这个氧化能力是1.05伏，是大于的。而这个自然界系统里的它的驱动力呢是1.2伏，这也是完全从热力学上完全可行的。那另外一个呢，高锰酸根氧化水这个反应，在1910年就有人发现了高锰酸钾的溶液会缓慢、很缓慢的释放出来氧气，但是我们这里观察到的是，这个释放氧气是很快的，那么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大家如果想一下，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高锰酸钾的加热，加热高锰酸钾的时候呢，会有氧气产生。那做实验的时候，我们说它这个速率是什么？先慢后快，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产生的二氧化锰作为一个催化剂。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锰四价的连接和这种，这是一个晶体结构。1974年有人报道过这个物种呢。在-4度可以稳定，但是呢，当大于-4度的时候，它就会爆炸，会放出氧气。那前面提到的那个四价锰放到水中呢，溶液中变成紫色，而且有氧气放出，这个过程呢，实际上他们提出来的基底就很接近了，也是四价锰和歧化出来的这个七价锰进行一个作用而产生的这个氧气。当然呢，也有人证明用这个卢易斯酸。这是2011年报道，这个是台湾的刘大柱老师，用这个路易斯酸和高锰酸钾进行一个作用的话，也是快速的会产生氧气泡。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整个的结构中呢，是需要一个路易斯酸的。那么在氧化物中呢，我们是保持了一个电位，对吧？我们停了电位，观察到了这个中间体，但其实在我们在电解过程中一直是有这个电位的时候呢，这个就相当于会有一个路易斯酸的作用，路易斯酸的表面。而在这个自然界中呢，我们看到它歧化出来以后是一个先慢后快的过程，所以这个中间呢没有观察到，所以是一个先慢后快的过程。这个中间呢没有观察到任何中间体，很正常，因为这个歧化的一步是很慢的。那一旦歧化以后呢，下面这个氧化很快，产生这个路易斯酸以后，这个氧碱形成是很快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计算化学目前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构建了这个中间体的时候，然后去看它的放氧过程呢，是一个能量下降非常快的一个，这个能量差也是很小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整个的这个能量的 barrier 最高的一个能量 barrier 是4 kK minimum，那整个的过程呢是一个能量下降的过程。所以我们这里呢就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然界选择这个锰四钙氧五，这里我就不
不往下读这个了。那我们这个具体提出呢，可能也是挺坎坷的。现在呢，目前这个文章是引用是40次吧，我们也觉得也还挺欣慰的吧，因为反正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想法，挺困难的。那这个在这个领域比较知名的一个教授是这个德国马普所的这个 Wolfgang Rubis 教授。去年在会上，我就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也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您对我们这个基点怎么看？他的说法是 I don't believe, but I cannot see anything wrong。就他说我不太相信，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所以我听到这个还感觉还是挺开心的。那下面这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我个人也是从博士阶段一直研究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水氧化分子催化剂的开发。水氧化分子催化剂开发呢，其实它开始就是在这个为了是开发这种叫光电化学电池，来模拟自然界这个过程，以分子的形式来开发这种光电化学电池。所以大家来开发这种分子催化剂，为什么呢？因为分子催化剂期待于它的这个反应催化速率要高，因为这种光电化学电池你需要这个催化速率高，不然的话你的这个吸光这一部分的这个光敏剂的它的寿命啊是达不到的，所以说必须表面催化这一步要快的。那么这个呢，目前我们这个领域已经研究的很好了，从1982年第一例的这种双核报道，一直到人们认识到单核聊也就可以发生这个也就可以催化，然后到后面呢，孙老师。团队呢，发现当引入羧基的时候，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过电位，而且呢，开发出来这么一个既简单又漂亮的这么一个LPDA 这个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它的活性，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其他前二三十年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催化剂呢，它的催化活性从催化速率和催化稳定性上都要提高了很多，在这个轴向配体通过优化轴向配体呢，可以达到一个催化速率1000每秒，那催化循环数可以达到这个，就是10万个turnover number。那这个催化剂的速率是怎么样的话，这里有个小的视频，我简单放一下。这里面呢放的是一个氧化剂，试驾室。那这个呢是一个水氧，这个就是那个催化剂，就是 LPDA 这个催化剂，连吡啶二甲酸催化剂。当它把它加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气泡是很迅速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催化速率是很高的。咱这个，那针对这个催化剂呢，我也是因为这个催化剂报道是09年，我是09年入学嘛，也是一直在研究一些这个连吡啶二甲酸催化剂。那发现呢，这个催化剂酸性下活性很高，但在中性呢也比较容易失活。所以呢，就研究了它在中性下失活的这么一个过程，捕捉到了一个三核中间体，解释了它的这个失活，把它并入到整个的催化循环中，形成了这么一个整体的催化循环。很抱歉，我时间可能要超了，所以我这里就讲得快一点，可能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可能后面我们可以再交流。那这种分子催化剂，它是一个双分子的机理。这个双分子的机理呢，涉及到的就是一个分子动力学。那开始时候，人们认为这个氧氧耦合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决策步骤，但是近些年大家发现呢，可能就是这个氧氧耦合的过程，真正的它的这个 barrier 是什么呢？是这两个分子互相找到对方，而不是这个固定到了一个3I，比如说这个氧氧键形成的这个组成过程是。不是能量的一个所在，所以呢，那可能这个二级配位环境就会影响到了这个氧氧的这个就是两分子之间的一个正确的碰撞嘛，我们可以讲碰撞。那我们进入了一个和这个瑞典的Martin 课题组的一个合作，他们计算发现呢，这个比如说，这个以 PDA 这个多一个苯环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反应速率立马下降的原因，就是它不容易形成这种双核的 face to face 的这种构象，不能稳定的存在。那近期呢，也是和西北大学的王宁教授还有Martin 课题组有一个合作，通过这种这个。
在 BDA 的这个分子上修饰这种正电荷或者负电荷，通过这种电荷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力呢，来增强分子之间分子之间的阳阳耦合啊，可以看到这个催化速率和没有这种效应的，或者说相斥效应的呢，要高一个数量级。那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催化剂的理解呢，也是相对很深入的，所以也是受到启发，可以用来开发新的催化剂。一方面呢，这个羧基是很重要的，可以降低过电位；另一方面呢，和传统的催化剂比呢，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催化剂我们可能把预留一个配位点作为这个或者这个作为一个水的配位。那这里呢，我们看到是通过一个刚性配体来实现一个扭曲，来掰开一个缺口呢，添加一个新的配位点作为催化。可能这个可以启发到不仅是水氧化，我们在很多分子催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通过配体呢实现这个配位扭曲，来诱导产生一个新的配位点。这样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扭曲的程度来控制这个底物的配位的灵活性，它的强弱，不仅仅是通过金属啊和这个这种电子效应，而是通过这种配位环境的扭曲。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非贵金属的铁的这方面，因为这个领域也是从2010年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综述，也是计划呢，在这方面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希望能够开发出来呢，像这个聊 BDA 一样活性这么高的催化剂，其实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那最后我可能还剩一点时间，我大概也介绍一下这个太阳能制氢。那太阳能制氢这块呢，是目前大家关注很多的，因为这个氢能源可能是构建一个氢能社会嘛，现在都在提这个，而且国家也提倡，而且整个全球的大趋势也是达到了一个认同，就是氢能。太阳能制氢呢，可能分为这三种形式，大家也都清楚了。就是这个，一个是这种分散体系的，GSCAM，通过这种半导体纳米颗粒，有机的、无机的，来通过这种水的直接的裂解；要么呢，就是构建成这种pack cell。光能化学电池的形式，要么呢，很简单的就是以这个光伏板耦合一个电解槽，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稍微说一下。那这两种形式呢，目前呢，它的效率是受限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工艺没有那么成熟，所以离着这个实际应用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有了分子催化剂以后呢，我们也是去尝试，如果把分子催化剂应用在这种光电这个那这个怎么样？所以这款呢，用一个钴 Q 版这个催化剂来修饰三氧化二铁的一个工作，然后呢，用这个硼酸根小分子作为一个配体，很就是简单的浸泡，让这个硼酸根来和这个矾酸铋表面的缺陷位进行一个配位，实现了一个不需要负载催化剂，也不需要这种金属元素的 doping 啊，就可以使这个矾酸铋的光电的密度提升了。最大的部分呢，可以提升到10倍。那另外呢，分子催化剂我们开发以后呢，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怎么把它放在界面上。你活性是很高，那怎么放在界面上？这个呢，可能早期的我们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笔和碳纳米管的拍拍堆积，把分子催化剂做在这个碳纳米管一个电极上，来证明呢，就是分子催化剂在这个电极表面呢，也是可以保持它的分子特性，来实现这个水氧化的催化，高效催化。那这样，当然这种方法呢，也是近年也是被很多课题组来利用，包括这个钴 Q 版可以和半导体材料进行结合，实现半导体材料活性，这个光电性能的大幅提升，也是被广泛的采用的这个方法。那么最后我想说呢，就是可能我们未来也要做的，未来可能更想做的，包括这个领域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通过光伏或者风电来耦合这个电解水技术。那电解水技术呢，60年代就已经很多的发展了，包括这两种比较成熟的，一个是碱性电解水，一个是这个 PEM 电解水，就是这个固体这个质子传导膜的这个电解水技术。这两种技术呢，碱性电解水这个呢，它实际上的阳极材料就已经是廉价的镍或者是镍铁钴的这种，在现有技术已经是这种
好的材料。那么我们现在开发了很多的碱性电解水的更高效的催化剂，在这个碱性电解水技术中是怎么样的呢？所以这块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对这种技术的提升。另外呢，PEM 电解水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它严重依赖这个大量负载的二氧化铝，这个是目前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很多的氧化物催化剂，包括这种铁的镍的这种氧化物羟氧化物催化剂，在酸性下是本身活性就很低，而且呢很容易溶解，所以说这个二氧化铝的取代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可能我们在这块呢，未来也是要做，尤其呢可能从分子催化剂的角度、分子催化的角度去做这种分子材料、分子复合材料来做这个酸性碳氧化催化剂的开发。最后总结下来呢，我们所做呢就是针对石氧化催化剂的一个深入研究方面，包括机理方面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对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石氧化机理的理解的和一些想法。然后呢，是我们从这个分子石氧化催化剂活性的提升方面去开发，基于分子的石氧化催化剂，包括呢一些像锰氧化物这种材料。但是呢，我们也是更倾向于就从分子层面上去理解这个活性。当然，有了好的催化剂，我们也是去尝试呢去做这种光电器件。现在呢，可能我们更多的目标希望能够对这个无论是碱性电解水技术还是这个 PEM 电解水技术，这个催化从催化剂层面上呢，对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应用，可能更多的是在这方面的。最后我必须要很诚心的感谢我的两位导师孙立成教授和李飞教授，他们很无私的把很辛苦得到的这个科研的资源呀，为我们来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和资源，还有我的很多合作者，尤其是在这个 KTH 的这几年，国外嘛生活也不容易，很多小伙伴他们有的也是现在回到国内来参加工作，互相的这个支持和学习。还有支持我这个，这几年科研工作开展的基金。这里耽搁大家半分钟时间。那个，我们孙老师在西湖大学现在成立的这个人工光合作用于太阳能燃料中心呢，我们已经建成了非常优越的这种实验环境和条件，虚位以待。我们在这个招聘博士后，希望有这个课题方向比较相符的，对我们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给我们来投来简历。最后，谢谢各位老师同学，在这个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听我来在这里啰嗦了这么长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很高兴为大家解答。谢谢。好，非常感谢张博士的报告。那我们看现场观众应该已经提了不少的问题了。张老师，您那边自己能看到观众的提问吗？我看一下啊，那个，我可以先给您转达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打乱那前面那个水锰矿的层状结构就能够导致深度的氧化呢？这个问题的话，那个是这样的，我们的理解就是，首先我们从这个，大家还能看到这个，稍等啊，这个。我们能看到。OK，这样能看到吧对，可以。？OK，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TA 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哈，这里呢就是这个有一个晶格氧的失去，晶格氧的失去呢导致了这个锰 OH 的产生。首先这个锰 OH 产生，我们认为可能它就是活性位点的所在。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锰的纳米片儿，它们之间呢是可以传导电子的，但是呢，以这种层状的结构呢，它的这个电子传导是不能完成的。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文章中是有的，这个就是这个阻抗的研究的，是可以说明这一点的。那从微观机制上讲的话，这个打乱之后它能传递，是因为它在层内能传，而不能跨越层之间吗？是这个问题吗？对，你打乱以后，
它这个层和层之间就会，我们认为接它就触。不是，对，是接触，所以这个你可以从这个我看，哎，我现在看，我们可以从这个，其实这个研究中就可以更好的解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个研究。您看这个研究的话就是比较清晰的，因为你把这个层给拿出来，这个的话是就是一个层，它是一个溶液的状态的。分散在这个溶液的，你把它滴在玻璃炭上的话，你看它这个实际，它这个结构和这个整个结构差别是，就是一个层。也就是说，你把它滴上以后呢，它是层和层之间和某一些部分是可以接触到的，它是像一个就是二维材料嘛，典型的二维材料。你如果透射电镜看的话，它就是那种很薄薄的，有些地方还起褶皱的那种结构，那它就能一下就是30倍，可能这个我们认为。是可以比较，也是比较好的解释的刚才那个问题。OK，有观众问到，关于您前面提到一个关于原位红外时间分辨的那个红外来研究的那个工作，他提到是不是可以测一下原位的拉曼，来哎，确认一对，下那个机制反应物种。这个工作呢，我们。还会再深入的研究，因为是这样，我先那个，可能我讲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原位的红外，因为原位红外当时就是原位红外是很难实现的。其实目前我看到的就有2片内射看不见，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反应，尤其是它不像二氧化碳还原，它是在水相中的，就是你即使很纳米层这么厚的水，它完全就把这所有信号都覆盖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实验是这样开展的，就是我们先用这种。然后应该，对，应该是这个。我们先用这个氧化锰的电极进行一个电解，电解了以后呢，立马把它拿出来，然后呢把它冲洗以后吹干，氮气吹干，然后立马刮下来去在这个 ATR 的这个红外上，因为它不需要压片什么，它是很快的。再把那个粉末挤在那个 ATR 的那个转那个测试的那个部位吧，然后去测试的。所以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原位实验，而是一个叫什么 X 图以外的实验。当然，我们对这个原位的拉曼其实是我们是准备测的。这就是刚才就是胡老师您问我那个问题，在国外这块儿，我在 KTS 那，他没有，他就没有拉曼，而且我们偶尔用还给他们整坏了，结果搞了一笔烂账。对，这块我们是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就是确实可以用原位拉曼再去观察这个，我们近期也是会准备去做这个事情。好，还有观众问到二氧化锰，水锰矿的纳米片分散不好和干燥的方式关系有没有关系？米片分散不好，它的纳米片是分散挺好的，但是分散挺它好。对它这个就是在做的时候，你这个。是这样的，本身这个氧化锰它在水里，因为它是亲水的，它是可以分散好的。但它是它的纳米颗粒，但像这个的话，你做成这种纳米片的话，它整个的就是一个，和溶液一样的，它会有这个叫丁达尔效应的这种现象的。但是这个氧化锰的话，并不是它的这个活性不好，并不是因为它分散不好，而是因为它的这种纳米结构，从纳米层上，纳米尺度上的结构的问题。好，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里面提到的这样一个机制，就刚刚又通过那个红外来推出来这个机制，能不能反过来去指导更多的催化剂的设计呢？对，是，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怎么讲呢？很实在的讲的话，现在材料这块就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在分子上啊。但材料这块呢，就是你很难知道你具体的这个催化位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从我们这个基底来看的话，我看到这个地方，从我们这个基底来看的话呢，你所需要的是一个悬挂的锰更多，所以这个可能，如果是做氧化锰的人，他会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在提说这个，三价锰存在很重要，但实际上也有一些科学家在解释啊，三价锰因为它会发生歧化成二价和四价，有一些解释，但是。并不能真正解释它的活性。实际上，我们这个反而能解释，
因为在你，我们知道锰的氧化物，二氧化锰是非常稳定的。为什么？因为它只有在形成这种完美的晶体结构的时候，它这个四价锰才可以稳定。你想稳定一个四价锰和稳定一个三价锰来说的话，也就换句话说，你一个悬挂的一个锰氧化物的话，悬挂的一个锰这个 site 的话，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叫我们叫什么发面体的话，它形成四价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呢，它可以通过这个姜泰勒效应呢，以三价锰的形式而稳定的存在。所以说，我们认为之所以大家发现有活性的氧化锰，总是观察到三价锰，总是观察到三价锰，原因就是因为有悬挂锰。而我们这个基底呢，正好就是要解释，可以反过来推一个有活性的催化剂什么，你需要悬挂锰。所以我们在那个烧的过程中看到有晶格氧的跑出去以后呢。你的这个 mu oxo 的氧就会少，而悬挂锰的可能就会多。这关于这个有可以去看一个那个叫 Haberdahl 德国的 Haberdahl 教授，他有一篇 ES 的类似综述吧，一个 perspective 应该是大概三年前的 ES 上的，还挺长的一篇文章。他那个就是在分析，一直在分析锰氧化物它的这个催化的活性位点的环境到底是一个。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构，但是没有定，所以这个材料这块的话，我们也还在研究，在继续的想把这个。我们虽然知道把层打乱了是有活性的，但是具体的这个化学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想继续去深挖它。我们想解释为什么三价锰看到三价锰的时候就会有活性这个锰氧化物，你三价锰含量小的时候，它的活性就低。那可能我们现在因为通过有这个基底呢，也大概会有一个方向，就是。悬挂的锰是以三价锰来存在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吧。如果总形成一句话的话，好，然后我看，哎，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就刚刚看到，就你放视频那个用的那个催化剂，我想问一下，这个现象看起来这个活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想知道它耐久性能用多久。它的这个，我们这个是，我们在评估这个的时候呢，用的这个，方法是一个叫化学氧化法，它用的是四加四。它的耐久性呢，这个就是看你这个氧化剂的浓度是多少。但是你如果用一个参数来说的话呢，就是叫什么？就是这个 turnover number 催化循环数是10^60。然后呢，如果咱们回到说，把它负载到电极上的话，就是我那一个工作。把它负载在电极上的工作，这个，把它负载在电极上，我这一篇工作里边呢，它是10个小时，这里我没放那个图，我是做了10个小时的话，它还是活性还是在的，当然有一定的下降哈，活性还是在的。有没有做这个失效分析？它最终就是肯定会慢慢的变差。它主要是以什么形式？就是说，是说碳管这个表面被氧化了，还是？这个没，目前还没有做很细致的，但可能我们后面您提这个是真的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涉及的是什么呢？我们分子催化剂开发前几十年呢，主要集中在就是说这个配备环境啊，怎么好的催化剂。其实刚刚是从大概有这个催化剂是10来年，现在是10年正好。那么可能现在大家想，我们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催化剂这么高效真正用上去，方法。怎么放在表面？你这个拍拍堆积，你在这个氧化过程中，像您说的，它表面会不会氧化？它氧化以后是不是会掉下来的？当然，目前知道呢，可能10个小时。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胡老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评估方法，因为咱们都是粘在玻璃碳电极上去测，可能本身你这个碳纳米管和这个电极这个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长。所以说，这个涉及到一个工艺，我们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更倾向于是把我们做的材料在，哎，是，把我们做的材料在这种电解槽中去评估，因为这个是已经有这个工艺，我们摸出来的话，就可以知道它这个工艺下不存在，比如说这个氧气泡的影响啊，这个材料的材料基底的影响，就把这些给移除了，去看它这个稳定性。对对对，我个人还好。是很相信它这个稳定性很有潜力吧，我这么说。OK，
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关于前面提到的那个，在水母框的里面用到一个是比定带一个比定环的那个做结合的那个助剂啊，就是您提到把这个加上之后，效果会很好，但是有观众说这个分子本身看上去并不理想，这是怎么样一个机制，就是说提供呢？这个的话，我可以建议这个，可以建议一个文献呢，就是那个韩国的叫 Nakamura，他如果你搜锰氧化物，然后再加上的 Nakamura，然后 work occupation 就能找到他的一些工作。他呢之前发过一个工作呢，就是说这个比定是可以干什么呢？它是有一个 pKa，它是可以结合一个质子的。而且呢，它对这个锰的，在这个水氧化，锰它就是研究的锰的体系，把不同的比定，加入到这个电解质溶液中去看这个氧化锰的催化水氧化电催化水氧化的这个活性的时候，他发现就是说，这个比定的 pKa 对于这个氧化锰的这个催化活性有影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比定在氧化五这个附近存在的时候呢，它能够形成一个类似这种质子传递的作用，形成一个你可以讲是氢键网络。如果是你发挥想象的话，当然它就说的是叫质子摆渡 proton relay 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是有提升的。但是它本身这个是没有催化活性的，它只是一个 proton relay 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可这以个帮，氮会不会结合到锰氧那个表面？哎，您说这个问题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制备的过程中呢，是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这具体的这个微观的，它会怎么去配位，就比较难说，比较难说。但是概率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它在不同的尺度上的是，因为你这个毕竟是个纳米尺度的，你这个是分子尺度的，所以它可能会很密集，有一些可能在位置合适的位，可能它真的会配上，是有可能的。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报告就先到这里结束。我们也再次感谢张彪彪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报告和解答。好，谢谢胡老师，谢谢各位老好，师谢同谢。学，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隆重的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于兰州大学的唐宇老师。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唐老师的一个基本情况。唐宇，理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甘肃省领军人才和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甘肃省有色金属化学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特有化学与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化学会女化学工作者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化学会副秘书长，甘肃省高等学校化学与生物课程教学指导与教材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化学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委员。In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中国稀土学报、无机化学学报等杂志的编委，近5年来以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身份，在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Advanced Materials, SS Nano Advanced Sciences，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曾获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惠英东青年教师奖、宝冈优秀教师奖、兰州大学隆基教学名师奖。兰州大学我最喜爱的十大教师和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唐老师给大家带来关于新型稀土配合物智能发光材料研究的报告。好，我们有请。非常感谢胡老师的介绍。那么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线上的小伙伴在云端相聚，分享我们课题组近期的工作。
那我今天带来的报告题目是新型稀土配合物智能发光材料研究，那么这也是我课题组这个长期以来从事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那我们知道稀土呢是指的周期表里面的17个元素，这17个元素呢实际上既不稀少，它们也不是土，那么它们都是非常活泼的这个金属元素。在我国呢，稀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那么也是我们国家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资源。在很多材料里面，只要添加少量的稀土元素，就会使材料具有非常优异的性能，所以稀土呢又被称为工业维生素。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每天都在跟含有稀土的一些材料打交道，比如说在一部 iPhone 手机中，那么使用到稀土的部件呢，包括彩色屏幕、摄像头、扬声器等等，那么都有用到这个含稀土的这样一些材料。同时呢，基于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这个独特的电子构型，那么使得它具有非常丰富的电子能级和这样一个长寿命的激发态，所以呢它有很这个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光谱，那么它的这个吸收和发射都可以从紫外可见一直到覆盖到这个红外光区，所以呢又被誉为发光材料的宝库。那我们在生活中呢碰到的稀土发光材料包括比如说 LED 照明的这样一个器件，还有那么显示的这个器件材料，同时呢还有一些在特种的发光材料，比如说植物生长的补光剂、夜间的这个照明材料等等，那么都用到这个含有稀土的这样一个发光材料，那么可以作为新型的发光材料以及激光材料来进行使用。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这个工作的例子，比如说呢含有稀土的这个材料通过一些设计，包括对它的分子结构的设计，那么可以去组装这样一个白光 LED 器件。那么在这几个工作中，基于这个 MOF 和 COF 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同时呢基于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配位的这样一个性质特点，那么去进行这样一个发光的调制过程，那么从而最终实现这样一个白光的这样一个 LED 器件的这样一个组装。同时呢它也可以被制成这样一个柔性的器件，比如说呢稀土的氧化物半导体材料，那么通过合适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可以得到这种柔性的这样一个显示器件，那么未来呢在这种可穿戴的这样一个这个器件里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应用的价值。同时呢稀土离子还有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发光性质，那么可以作为这样一个上转换的这样一个发光材料来进行使用。那么一般的发光过程呢都是吸收这个短波长的光，然后发射长波长的这样一个这个荧光，而在稀土还有稀土的材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对这样一个材料的设计，那么实现这样一个上转换发光的过程，吸收长波长的这样一个光，那么去发射这个短波长的这样一个这个发射，那么在很多领域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应用，比如说在这种光学信息存储、这个编码材料、3D 显示，那么以及生物成像领域里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应用价值。同时呢，也可以基于稀土的上转换纳米材料与这样一个聚苯乙烯微球的这样一个组装，去构筑一个微型的这样一个激光器，那么它可以去用这个近红外光的这样一个1064纳米的光去进行激发，发射出800纳米的这样一个这个激光。那么基于这个稀土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性质，同时呢可以实现一个刺激响应性，也就是说在外界的一些这个刺激下，比如说在外界的压力、温度、光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条件的这样一个刺激下，那么可以实现它的荧光的这种可驱动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基于它这样一个性质，可以用到光学编码材料里面。那我们知道荧光防伪呢，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就是在人民币中，那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荧光防伪的这样一个图案，在一定波长光的激发下，那么它可以发射出可见的这样一个荧光。那么基于稀土的这样一个发光性质特点，那么也可以用将它呢用在这样一个荧光墨水里面，去构筑这样一些光学编码的这样一个材料。那么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工作里面，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嵌段的 MOF 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这种编码材料的这样一个构筑。同时呢也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外界的刺激，那么实现这样一个高等级的这样一个光学编码。
那么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工作中呢，可以基于外界的这样一个力的，那么包括这个压缩和这个拉伸这样一个力的作用，可以让存储在这样一个材料体系中的这个稀土的这个荧光呢显现出来，那么达到这样一个高等级的这样一个荧光防伪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也可以利用这种光刺激去实现对它的这样一个荧光调制，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工作中，那么基于丢离子，它是一个蓝光的荧光发射，而离子呢是一个绿色的荧光发射，有离子呢它是一个红色的荧光发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对它的这个激发的这个光源980纳米的这样一个激光器，通过调制它的这样一个这个功率，实现对这三种不同稀土离子它能量传递过程的这样一个调控，从而最终实现不同的这样一个荧光光色的这样一个这个调控。那么也可以用于这种光学的这样一个荧光防伪。同时呢，也可以基于对温度的这样一个响应性，那么实现这样一个光学信息存储。比如说，通过对于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这个选择，包括山离子或者是有离子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利用材料的这样一个设计，它可以实现基于对于波长的这样一个调控和温度的这个响应性。那么另外呢，基于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荧光的刺激响应性，也可以将它用在生物检测里面。那么它可以去检测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生物体系里面的这样一些信号，那么包括比如说对 pH 值、阴离子、这个活性氧、DNA 等等这样一些这个检测物的这样一个这个高灵敏度的这样一个荧光响应。同时呢，也可以基于稀土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这个设计性，它的分子的设计性以及它对它的这个荧光和它的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通道，就是成像的这样一个通道的这样一个设计，最终呢可以实现一个多模态的成像。比如说呢，它可以实现荧光成像，那么同时也可以实现 CT 等等这样一些多模态的这个成像的这样一个设计，以及这个磁共振成像的这样一个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可以基于它的长寿命，那么实现时间分辨的这样一个荧光成像。那么也可以用在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个就是外科手术，这个医学的外科手术的这样一个荧光导航，那么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对于材料的这样一个通过对它的外层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可以实现在血管中很流畅的这样一个这个运输以及这个成像作用，从而实现这个外科手术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那么同时呢，也基于它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性质特点，可以将成像与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有效的结合起来，那么包括这个化疗、光热疗、光动学治疗等等，那么实现这样一个多模态的这个成像以及这个治疗结合的这样一个诊疗一体化探针的构筑。那我们课题组呢，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发光的稀土配合物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研究，将稀土离子与有机配体相结合所形成的这个稀土配合物，它具有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分子设计性，同时呢，它可以有这样一个动态的这样一个配位模式，那么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可变的这样一个内外界的这样一个配位的这样一个模式的调控，那么基于此呢，可以去调制稀土配合物的荧光性质。同时呢，稀土离子呢有长达毫秒级的这样一个荧光寿命，那么跟有机染料呢它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区别，所以呢可以用在这样一个这个时间分辨的这样一个荧光成像里面。那么稀土配合物呢有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量子效率，那么我们也可以基于配合物的这样一个分子设计去构筑比率型的以及双光子米化的这样一个探针，所以呢在这个智能发光材料体系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那我们的研究工作呢，主要是开展了相关的稀土配合物智能发光材料的这样一个这个构筑，以及对它的这样一个功能调控的研究。那围绕着如何在分子水平上去精准的调控材料的功能这样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那我们的研究思路呢，就是从配合物的分子设计出发，基于界面效应、原位配位反应以及能量传递过程去调制稀土荧光，那么从而建立在分子水平上调控材料功能的策略，并且呢将它应用于光学编码材料和智能生物探针。那么下面呢，我就从这样几个这个层面上来去介绍一下我们工作的这样一个这个思路。那我们首先呢研究了在分子水平上对材料功能进行调控，
那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策略呢，是将配体与稀土离子通过原位反应的方式，那么以及界面效应，从而实现这个配合物与材料机制的这样一个杂化组装和功能复合，并且通过配体的刺激响应性的这样一个设计去进行稀土的荧光调制，那么从而建立在分子水平上调控材料功能的这样一个策略。举几个工作的例子，那我们首先研究了原位配位反应去构筑杂化材料的这样一个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三脚架型的这样一个先配体。这个配体呢，我们发现它对金属钾离子有非常好的选择性的识别作用，但是这样一个有机分子很难直接应用到水溶液中。那我们将这样一个有机配体负载在一个这个核鞘结构的这样一个纳米反应器上，那么它的核呢是四氧化三铁，包覆的介孔二氧化硅的这样一个鞘层。那么当将这样一个纳米反应器放置到水溶液中，如果水溶液中有钾离子的话，那么钾离子呢就会跟这样一个反应器上的配体去进行一个原位的这样一个配位组装，那么在这个纳米材料上面生成了一个三维的金属有机框架，而这个三维的金属有机框架的这种多孔的结构又可以使它去进一步的可以去结合钾离子。那我们研究发现，钾离子通过与配体侧壁上的苯环产生一个阳离子派相互作用，那么从而被固定在这个 MOF 的这样一个孔道里，从而产生了一个增强的这样一个提取的效果。那么这样一个纳米反应器呢，在溶液中如果含有钾钠钙镁混合体系的话，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去选择性的识别这个金属钾离子，那么通过原位的配位反应过程，那么实现了对这样一个这个钾离子的这样一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分离和提取。那么这个工作中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原位反应的这样一个方式，将一个不能用在水溶液体系中的这样一个配体，那么成功的实现了在纯水体系中的这样一个应用。那么进一步呢，我们研究了界面效应对材料功能的这样一个调控作用。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以 ZF67 作为前驱体，那么通过硫化反应，它可以生成一个中空的硫化钴框架。那我们在这个硫化钴框架呢，以六次甲基四胺作为配体，将稀土的三价铯离子通过配位作用将它锚定在这个硫化钴框架上，并且通过原位反应过程，那么将这样一个三价铯离子的配合物转化为氧化铯的纳米颗粒。那么这时候在氧化铯纳米颗粒与硫化钴之间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界面效应。那么氧化铯呢，我们知道因为铯在稀土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元素，那么它有着非常这个就是价态上的这样一个可调控性，很容易被氧化到四价。那么这样一个氧化铯的这个纳米颗粒可以通过它自身的三价和四价铯的这样一个价态的这样一个变化去很好的调控硫化钴中的这个钴的价态，那么将更多的钴稳定到这个二价。我们将这样一个杂化体系用在电催化水分解制氧剂就是 OER 反应中，那么这样一个反应模型中去评价这样一个界面效应对材料功能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我们发现氧化铯的引入可以极大的去增强提高这样一个材料的这样一个性能，并且呢当这个氧化铯的负载量达到 14.6% 的时候，这时候呢它出现了一个最佳的这样一个性能。那么如果氧化铯的这个负载量增大到 19.4% 的时候，这时候呢材料的性能会有所下降。我们通过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呢，发现这个铯呢是通过它的这个价态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去对这个钴离子的这个二价钴和三价钴的这样一个价态的比例产生了这样一个调控作用。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界面效应，可以去有效的来调控材料的功能，从而增强 OER 的反应活性。而如果氧化铯的量增加到19.4%的时候，因为有一部分氧化铯这个脱落，所以造成了材料性能的这样一个下降。同时氧化铯这个包覆在这样一个硫化钴框架外，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对硫化钴的这样一个稳定作用，降低了这样一个材料在催化过程中的这样一个成分的这样一个损失，那么所以使它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稳定性。进一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掺杂的过程，我们在这个硫化镍上，那么硫化镍体系中通过双掺钴和铯，那么去研究界面效应对材料功能的这样一个调控作用。那我们发现钴和铯的这样一个掺杂，那么它可以去提高这样一个增强这样一个反应的这样一个活性，那么提高了这个材料的导电性，并且呢增加了它的这个反应活性位点。
同时在反应过程中，一部分的这个铯呢，它实际上仍然会变成这个氧化铯的纳米颗粒。那么部分的这个铯呢，变成这个氧化铯的纳米颗粒，可以去增强这样一个材料体系它的这样一个催化性能。那我们也研究了这个配体的这样一个设计对稀土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调制作用。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贝塔二铜配体。这个贝塔二铜配体，我们在这个贝塔二铜配体的这一端呢，接入了一个铋电。那我们知道的铋电这个碱呢，它可以去接收这样一个质子。贝塔二铜它在配位的时候，通常是以烯醇式的结构与金属离子去进行配位。那么这个质子呢，就可以转移到这个铋电碱上，从而形成一个内源型的配体。那我们通过对配体的激发态能级的这样一个研究呢，发现这样一种内源型的配体，它的激发态能级相对是比较高的，跟稀土铊离子的激发态能级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匹配。而如果在碱性条件下，这个质子完全离去的话，生成了一个阴离子型的配体，那么这个配体的激发态能级呢会有所下降，那么这时候它会跟稀土有离子有一个比较好的能级匹配，而铊离子到有离子之间也会出现一个能量传递的过程。那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能量传递过程，我们在这个高分子 PVP 中，通过固定的这个固定组成的配体有离子和铊离子，仅仅通过调控前驱体的 pH 值，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系列荧光发射不同的这个荧光薄膜材料。并且更有意思的是，发现当这样一个荧光薄膜放到这个酸碱性的气氛中，那么它可以随着酸碱性气氛的变化，产生这样一个荧光的这个光色的变化。在碱性气氛下，那么它会表现出红色的这样一个荧光发射；而在酸性气氛下，它会显示出铊离子的绿色的这样一个荧光发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出现这样一个对酸碱性气氛这个产生荧光响应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进一步呢，我们也研究了原位反应过程对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调制作用。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同样设计了这样一个含有贝塔二铜配位骨架的这样一个配体。那么这个配体呢，它是一个两亲性的配体，一边呢有一个比较长的烷基链。那么这样一个配体跟铊离子在溶液中呢，它就会发生一个原位的这样一个配位组装过程，那么生成一个纳米胶束。这样一个铊离子功能化的这个纳米胶束，它的外边呢是亲水的，而里面呢是亲油的。那我们把一个有机的小分子染料负载在这个纳米胶束中，当把这样一个胶束放到水溶液中，那么水溶液中如果含有铋电二甲酸的话，它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原位的配位反应过程，与稀土铊离子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位的这样一个作用，并且呢通过能量传递过程，让铊离子的这个荧光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增强。那么起到了对铊离子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调制作用，同时基于这样一个荧光的变化，我们用这样一个纳米胶束可以去进行水溶液中 DPA 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性的这样一个识别。那么它的这个检测线呢可以达到纳摩数量级，因为里面负载的这个有机的小分子染料呢可以作为一个发光的参比，那么它构筑了一个比率型的这样一个这个荧光探针。那我们这样一个工作体系呢，就利用这样一个原位的反应过程，那么去实现了对稀土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调制。那么在这些工作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开展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去进行稀土的这个荧光光谱和它的荧光寿命的这样一个协同调制的研究，在一个材料体系中，那么同时在两个维度上去进行荧光调制，那么从而实现了一个这种多维度的光学编码材料的这样一个构筑。那我们首先研究了在分子水平上去进行稀土的这样一个信号调制的这样一个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这个环端的这样一个配体，在这个配体的侧壁上，我们引入了这样一个三联铋电的这样一个集团。那么这样一个配合物呢，我们发现它在水溶液中有非常好的稳定性和溶解性。那我们知道三联铋电呢，它跟过渡金属离子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配位结合。我们将这样一个分子放到水溶液中。这时候呢，它可以在三个不同的通道里面识别三种不同的金属离子，那么分别在紫外可见通道里面识别二价铁离子，在荧光通道里可以识别二价锌离子，而在磁共振成像通道中，它可以去有效的识别二价锰离子。那么基于这样一个信号响应呢，也可以构筑一个多模态的这个逻辑门，分别是 all、inhibit
和 yes 逻辑门。那么这样一个分子的这个设计呢，就实现了在三个不同的这个通道中对三种不同金属离子的这样一个这个识别和检测。那我们也通过对它的这个组成的这样一个分析，以及检测线的这样一个这个测定，那么去研究了对三种不同离子的不同的这个过渡金属离子，那么它的结合常数和检测线。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它的组成分析里面，我们看到与我们预测的相类似。那么这时候呢，过渡金属离子与两个三氯米锭去进行了这样一个配位，形成了一个六配位八面体的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1:2型的这样一个加合物。那么三种过渡金属的这个加合物呢，都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结合常数，并且呢，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呢，也可以实现对三种金属离子的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识别。那我们用 DFT 计算呢，去进行了机理的这样一个这个推测。那我们正如我们这个预测的一样，在没有过渡金属离子存在的时候，稀土离子呢被稳定的结合在这个大环的空腔中，那么这个三氯米锭呢这时候是可以进行自由旋转的。而如果溶液中含有过渡金属离子，过渡金属离子通过与三氯米锭的这样一个配位作用，那么将三氯米锭的这个平面呢把它固定下来，那么配体的刚性增强会影响到稀土配合物的这样一个信号输出，所以呢可以实现在三个不同的这个信号通道中对三种离子的这样一个识别作用。那么进一步呢，我们将这样一个杂化组装的概念用到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这样一个光学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调制中。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以碳量子点作为这样一个反应机制，那么它的表面富含配位基，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离子的配合物，这里面用到的这个配体就是刚才讲到的，它可以对酸碱产生这样一个激发态能级响应的这样一个这个配体。那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离子的配合物通过配位组装与碳量子点结合，生成这样一个杂化材料体系。那么这样一个杂化材料体系呢，我们通过对它的荧光研究发现，在碱性气氛下，稀土的有离子的荧光就被有效的打开了，而在酸性气氛下，有离子的这个荧光呢会被关闭。更有意思的是，发现酸碱性的气氛同时会调制有离子的这样一个这个荧光寿命发生变化。那我们首先呢，先研究了在杂化体系中这个配体的这样一个能级。我们发现，在碱性气氛下，这个配体的激发态能级呢，它跟稀土离子的激发态能级有一个更好的能级匹配。那么，所以呢，会出现在碱性气氛下，稀土离子的这个特征的荧光发射被有效的增强；而在酸性气氛下，这个荧光呢是一个关闭的状态。同时呢，荧光寿命也出现了类似的这样一个调制的过程。那么在碱性气氛下，有离子的荧光寿命是比较长的，而在酸性气氛下，它的荧光寿命呢是比较短的。同时呢，我们发现酸碱性的气氛都可以可逆的去调控它的强度和它的寿命，出现一个可逆的这样一个变化。同时呢，我们研究了这样一个光稳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当配合物与碳量子点结合以后，那么生成的这样一个杂化体系呢，可以有效的提高配合物的这样一个这个光稳定性。那么利用这样一个这个杂化材料，那我们把它分散到这个水溶液中，配置成墨水。我们将这样一个墨水呢，直接灌注到喷墨打印机里面去，进行了两种密码图案的这样一个打印，那么分别是 ASCII 码和这个摩斯代码。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个 ASCII 码和摩斯代码，都可以很好的实现在酸性气氛下，由于稀土的这个荧光呢会增强，那么出现一个解密的这样一个状态，而在酸性气氛下，它会重新回到这个加密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在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利用荧光寿命受酸碱性气氛的这样一个调制，同时呢，基于碳量子点的这个荧光寿命要远远的这个短于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荧光寿命，那么也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光学编码图案的这样一个设计。那我们可以通过外界的这个酸碱性气氛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时间门控，那么改变这个时间门，这时候呢可以去有效的读取这个材料体系所隐藏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么极大的提高了信息传递的这样一个安全性和信息存储的这样一个容量。
那么进一步呢，我们将变价的这个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这个荧光性质结合到材料体系中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这个荧光调制的这样一个研究。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在介孔二氧化硅的这个孔道里，利用氧的这样一个配位作用，我们将稀土的这个配合物，那么这里面用到的这个配体呢，还是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个配体。那我们将稀土的这个配合物呢，固定在这个介孔的二氧化硅的这样一个孔道中，并且通过热处理的这样一个方式，将其中的这个三价的这个游离子一部分还原到二价游离子。当然，也可以通过反应条件的这样一个控制，使这个三价游离子呢完全还原到这个二价游离子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基于介孔二氧化硅的这样一个保护作用，这个二价游离子的这个可以稳定在这样一个材料体系中。那么，二价游离子和三价游离子从发光过程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三价游离子呢，它是一个 FF 的这样一个跃迁，而二价游离子呢，它是一个 DF 跃迁。那么从而出现在荧光性质上来讲，不管是荧光强度、它的光谱以及它的这个寿命，都有着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区别。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这个材料对材料的这样一个处理，我们可以将两种不同的价态的这个稀土离子呢，固定在这样一个介孔的二氧化硅孔道里，并且呢，利用这个配体的这样一个配位作用，去产生对稀土离子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调制作用。那我们首先先用同步辐射等等这样一些表征手段去证实了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那么两种变价游离子的这样一个这个存在，以及它跟配体的配位作用。同时呢，我们也研究了这样一个激发态能级。那我们通过对它的激发态能级的研究发现，这个配体的这个激发态能级呢，仍然会出现对酸碱的这样一个这个刺激响应性。同时呢，在这个体系中还有一个像这个二价游离子向三价游离子的一个激发态的一个能量传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通过对于它的光谱的这个研究呢，可以看到二价游离子的这个荧光呢，它表现出一个非常宽的这样一个荧光发射，而且强度是比较强的。那么二价游离子的荧光呢，没有受到外界的酸碱性气氛的这样一个影响，而三价游离子的这个荧光强度呢，会随着外界的这个酸碱性的这样一个变化而产生变化，那么表现出碱性增强、酸性减弱的这样一个现象。同时呢，二价游离子的荧光寿命也不会受到外界的酸碱性气氛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而发生改变。但三价游离子的荧光寿命呢，同样会出现在碱性条件下，荧光寿命是比较长的，而酸性气氛下，它的荧光寿命是比较短的这样一个可调制的状态。同时呢，外界的酸碱性气氛会使三价游离子的强度以及它的寿命都出现一个可逆的这样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利用这样一个材料呢，我们利用 3D 打印的技术设计了这样一系列的模具，我们将这个材料呢灌注在这个模具里，并且呢通过这个时间分辨的这样一个荧光显微镜去拍摄了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图像。那么从这个荧光图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个孔里面所灌注的材料，最左边这个是纯的二价游离子的这个材料体系，而中间的这个呢是三价游离子的这个材料体系。这个最右边这个呢是这个混合价，就是既有二价游离子又有三价游离子的这样一个材料的体系。那么它暴露在这个酸碱性气氛下，以及通过这个时间门，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荧光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对外界气氛的这样一个响应。那么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材料体系中存在着二价到三价游离子的一个能量传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我们利用这样一个这个模具的这样一个设计，在不同的地方灌注了不同的这个材料，那么并且呢，通过控制外界的酸碱性的气氛以及这个时间门，最终呢，我们可以得到里面隐藏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 love 这样一个这个单词这样一个信息。那我们用这样一个这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手段，也可以看到我们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材料体系，那么它有非常好的对这个外界刺激的这样一个响应性，那么也有这个两种不同的稀土离子的这个价态所出现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进一步呢，我们研究了外界的多重刺激响应对稀土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调制。那么在这个材料中呢，我们这个选择了用这个色铅锈这样一个钙钝化量子点。
那我们通过这个配体交换反应，将一个经过设计的这样一个稀土的配合物，利用配体交换反应，那么去跟这个色铅锈这个钙钛矿量子点去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部分的取代了原本的这个铀铵和铀酸的这样一个配体。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配合物中，我们同样引入了这个对酸碱可以产生能级响应的这样一个配体。那么这样一个配体的这个引入呢，就可以使这个稀土配合物具有一个酸碱这个对酸碱的这样一个刺激响应的这样一个荧光的性质。同时呢，这个钙钛矿量子点，那么它对温度有一个荧光响应的性质，在高于这个80度的时候，它的荧光呢是一个这个粗灭的状态，而在这个室温下，它是一个这个荧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利用这样一个杂化材料体系，我们就可以去实现对两种外界的刺激，包括这个酸碱性的这个气氛以及温度的这样一个刺激响应性的这样一个材料的这样一个构筑，光学编码材料的这样一个构筑。那么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当将稀土配合物以配体交换反应这样一个这个条件跟钙钛矿量子点结合以后，这个得到的这个钙钛矿量子点呢，它会对水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稳定性。那我们知道水呢，它会极快的去促灭钙钛矿量子点的这样一个荧光。那我们这里拍摄了一个视频。那么从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所制备出来的这样一个这个杂化体系，就是利用稀土配合物跟钙钛矿量子点去进行结合的这样一个杂化体系。那么加入水以后，它的荧光呢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稳定性。而这个铀铵和铀酸作为这个表面配体的这个钙钛矿量子点呢，加入水以后，荧光呢发生了一个极快的这样一个促灭作用。那么极性溶剂对它的这个表面配体，这个因为配体结合的不够牢固，那么这时候呢会极快的去促灭它的这样一个荧光。那我们也用这个理论计算的这样一个方法呢，去这个探讨了为什么这个稀土配合物的这样一个结合会使钙钛矿量子点的这个稳定性增强。那我们通过这个计算呢，发现稀土配合物跟钙钛矿量子点之间它有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结合能，所以呢对这个钙钛矿量子点起到了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稳定作用。那么我们也研究了这个 pH 值以及这个温度对这样一个杂化材料体系它的这个荧光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杂化材料中，钙钛矿量子点依然保持了对温度的这样一个响应，那么稀土配合物也保持了它对酸碱性的这个气氛的这样一个荧光响应。那么基于对两种这个外界刺激的这样一个响应性，我们去设计了这样一个这个光学编码的这样一个图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80度并且利用碱性气氛去进行处理的话，我们可以读取到这个材料体系中所隐藏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么第三部分工作呢，我们主要开展了这个智能的诊疗探针的这样一个构筑。那么还有稀土的智能诊疗探针，那么在这个医学诊断和治疗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前景。那我们的这个工作呢，主要是以配备组装的这样一个方式，实现了对药物的负载以及近红外光驱动的多模态的成像和刺激响应性的协同治疗，那么有效的将这个成像和这个治疗呢将它结合在一起。那么下面呢，我举几个近期我们得到的这个工作。那我们知道，这种微胶囊结构在这个药物负载以及包括催化等等这样一些领域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应用的价值。那么这种中空的结构，那么它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孔道的这样一个产生，以及呢更好的一个这个负载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就研究了稀土离子对这样一个中空结构的这样一个诱导作用。那我们通过一个非常便捷的一步反应的这样一个策略，在合成报复的前驱体里面加入这个势离子，并且呢加入这个碱源。那么通过一步反应的过程，我们可以直接得到这样一个这个层状双氢氧化物，就是水滑石的这样一个这个微胶囊。那么并且呢，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这个势离子的这个掺杂量以及碱源的这个量，那么来去控制这样一个微胶囊的这样一个壁的这样一个厚度。那我们首先研究了这个
不同的这个市的这样一个这个加入量对它的这样一个胃胶囊结构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市的这个添加量达到30%的时候，它依然可以保持着非常好的就是 MOF 的这样一个形貌的胃胶囊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成。而到50%的这个市的添加量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能够去很好的维持这样一个 MOF 的这样一个形貌。那我们用计算的方式呢去分析了，在这样一个这个材料体系中，那么视离子呢它主要通过这个固定在孔里，那么就是一定的这种配位作用，那么被固定在这个 MOF 的这个孔道中，并且呢基于跟配体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维持了由于它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种协同配位的这样一个作用，以及跟氧的这样一个亲和能力，那么它可以很好的在保持 MOF 的这样一个形貌的基础上，那么去实现这样一个中空结构的这样一个这个生成，并且呢可以去调控这样一个结构的这个电子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从而去影响到它的这样一个性能。同时呢，我们也利用配位组装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实时监测这个材料的这样一个构筑。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呢，我们以一个有的这样一个 MOF 作为前驱体，那我们利用这样一个这个后修饰的这种反应过程，就是通过配位反应的过程，我们将一个双光子的这样一个配体跟这个 MOF 呢结合在一起。同时呢，我们在这个 MOF 上呢，利用这样一个配位组装的这样一个方式，将单宁酸铁跟这个 MOF 呢组装在一起。那么单宁酸铁呢，它是一个光热试剂，它可以在808纳米的这个近红外光驱动下产生光热效应。而我们这个有的这个 MOF 呢，通过我们加入的这样一个双光子的这样一个配体，那么它可以实现用808纳米的这样一个近红外光激发，而使有离子发射出可见的610纳米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上转换的发光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这个纳米材料呢，它就具有在808纳米激发下既具有这个光热效应，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有离子的这样一个荧光信号，实现对温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在线的检测。那我们可以利用荧光强度和荧光寿命两种表达方式去实现对温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在线的这样一个这个监测。那么这样一个探针呢，就有望呢应用于癌症的这样一个光热治疗中。那我们可以通过精准的去检测这样一个温度，那么很好的去控制这样一个光热疗的这样一个过程，并且这样一个探针呢，也可以用在这个协同的这样一个抑菌的这样一个作用里。那我们首先呢，对材料的这个组成和它的形貌进行了相关的这样一个表征，并且呢，我们也研究了这样一个荧光强度和荧光寿命随着它温度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不管荧光强度还是荧光寿命，随着温度的这个变化，在这个25度到这个65度之间，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线性关系，那么可以很好的实现对温度的一个在线的这样一个检测。同时呢，我们也利用这样一个配位组装的这样一个这个概念，去进行了这个包括 DPA 的这样一个生物标志物的这样一个检测。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利用这个这样一个 TPE 的这样一个集团，我们上面呢对它修饰了一个这个贝塔二酮的这样一个配位基，它可以很好的跟稀土特离子去产生这样一个配位作用。那么这样一个配合物呢，我们发现在这个溶液中，就是在这个有机溶剂和水的这样一个混合的这样一个溶剂中，通过水的这样一个加入，那么可以产生这样一个这个 AIE 效应。那么这种 AIE 效应呢，比纯的这个 TPE 的这样一个配体呢，它要有一个更小的，就是在40%的这个含水量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出现这个 TPE 的这样一个 AIE 效应。那么也就是说，这种配位作用可以去增强它的这样一个这个 AIE 效应，让它在更少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的时候，就出现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荧光增强。并且呢，我们也通过对它的这样一个组装的这样一个研究呢，发现这样一个这个分子呢，在溶液中，那么它通过这样一个聚集的作用，可以去生成这样一个这个纳米颗粒。那么这种纳米颗粒的生成呢，让它在水溶液中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更稳定的这样一个存在。如果水溶液中有这个吡啶二甲酸的话，那么这时候吡啶二甲酸通过跟特离子的这样一个配位作用，可以有效的去增强特离子的结合荧光，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实现对 DPA 的很好的一个这个检测。那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这个 TPE 的这样一个荧光呢，它不会受到这个 DPA 的这样一个加入的这样一个
这个影响，而特离子的荧光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强效应，所以呢可以实现一个比率型的这样一个探针的构筑。那么它可以快速的这个灵敏的检测这个 DPA， 而且呢在水溶液中检测线呢达到了0.187纳摩，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对 DPA 的这样一个检测线。那么 DPA 呢，它是炭疽病毒的这样一个生物标志物。那我们这样一个工作呢，不光可以实现在水溶液中对 DPA 的检测，同时呢可以实现对这种灭活的这种孢子病毒的这个 DPA 的这样一个高灵敏度的这样一个检测。那么基于这样一个 AI 效应，那我们利用配合物的这样一个这个生成，那么通过配合物的生成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这个 AI 效应，实现了这样一个高灵敏度的在线的这样一个检测。那么最后举一个工作的例子，就是我们通过对稀土配合物的这样一个分子的这样一个设计，那我们实现了一个这个自组装诱导增强荧光的这样一个这个现象。那么这个配合物呢，我们通过对它的配体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在这个配体中呢，我们引入了这样一个这个基氨集团，那么使它成为一个两氢性的这样一个配体。那我们如果将这样一个配合物分子在这个有机溶剂中不断的去加水的话，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它在这个水的引入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个自组装的过程，那么它可以生成这个纳米颗粒，而这个纳米颗粒的这个大小那么也可以去由这个在前聚体的溶液中的这个配合物的这个浓度来去有效的去调控这个纳米颗粒的这样一个大小。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水不断的加入的过程中，这个稀土的这个荧光呢是不断的增强的，那么这个跟以往的这个现象呢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水对稀土的这个荧光呢会有一个这个促灭作用，而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发现在水不断的加入过程中，稀土的荧光呢是不断增强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这个荧光增强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我们也基于一系列的光物理的这样一个这个研究，光物理性质的这样一个研究，我们发现这样一个自组装的过程可以有效的将这个原本配位内界的这个水分子把它屏蔽出来，那么它到外界之后，这时候呢就对这个水的就是对这个稀土的这个荧光的这个影响呢就减小了，可以使荧光的增强，这是一个这个效应。同时呢，由于这样一个自组装的这样一个过程呢，也可以使这个配体的这个刚性增强，那么配体的刚性增强以后，限制了它的这个分子内的这个转动和振动，从而使配体向稀土离子的这个能量传递效率增加，那么这样呢也可以使它在水溶液中的这个荧光的增强。也就是说，两种这个效应呢都可以使稀土的这个荧光呢被这个增强。那么当水量增加到40%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稀土的荧光有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纳米颗粒呢，它对温度的这样一个这个荧光响应性，我们利用它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温度探针。那我们同时用这个稀土的这个荧光强度和荧光寿命两种信号为表达，实现了对温度的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高灵敏度的这样一个检测。那么随着温度的这个升高，那么它的荧光强度会有这个降低，那么荧光寿命呢发生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都可以极好的去反映这样一个只是温度的这样一个改变。同时呢，我们也利用这样一个这个稀土配合物的分子跟一个这个染料，那么我们选择了一个这个有机的这样一个染料，那么去通过一个共组装的过程，我们在这个共组装的这个体系中呢，让它实现一个 FRET 效应，就是一个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效应。那么这样呢，基于这样一个共组装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共组装过程的这个荧光染料的这个荧光的变化，去很好的检测这个次氯酸。那么通过对它的这个次氯酸加入以后，对荧光染料的像一个荧光的促灭作用，使稀土的荧光被这个恢复，那么这样呢最终可以实现一个比率型的这个检测，那么可以很好的去检测这个次氯酸，并且呢我们也在活细胞中去进行了这样一个荧光成像，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对次氯酸的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作用，那么检测线呢也是非常低的。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个基础研究的工作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稀土
智能荧光标签的这样一个开发。那我目前呢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稀土荧光智能防伪标签。我们开发出来的荧光智能防伪标签，它可以在外界的就是不同的这个激发波长下出现一个可控的荧光变色。那么比如说在外界激发波长的变化下，它可以出现从黄色到绿色到蓝色的这个荧光的这样一个这个变化，光色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前驱体的这样一个这个比例的这样一个改变，实现这个荧光标签的这样一个荧光光色的变化，那么可以实现红色、黄色到绿色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改变。那我们制备出来的这样一个荧光标签呢，它在这个自然光下是完全透明的，具有很好的这样一个隐藏性。那么在不同的这个波长的这个激发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荧光的变色作用。同时呢，在外界的这个刺激下，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荧光的这样一个改变。那么这部分工作呢，我们目前正在与包头稀土研究院合作开发这个相关的这个稀土智能荧光标签，那么有望呢进一步这个产业化。那么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工作，那我的工作呢，以稀土配合物的分子设计出发，那我们通过镜面效应、原位反应和能量传递来去进行材料的这个功能调控和稳定性的这样一个调控的这样一个研究，并且呢将它应用于光学编码材料和这个智能生物诊疗探针。那我的工作呢，感谢基金的支持，也感谢我的这个合作者，那么更要感谢课题组这个学生这个辛勤的工作，那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这个辛勤努力的工作，才能有这个研究成果的这样一个这个出现。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院。那我们学院呢，目前有这个三位这个科学院院士，包括有机化学的涂永强院士、无机化学严春华院士，这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还有物理化学的李灿院士。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具有人才称号的高层次的这样一个这个人才。那我们的这个化学学科呢，是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学科，那么目前呢也是 ESI 前千分之一的学科，目前全球排名第84名。那我们有机化学呢是国家重点学科，同时呢我们有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另外呢，我们的化学和化工都是甘肃省的这个重点学科，同时呢我们化学呢是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研究平台，另外呢兰州大学现在也有包括电机中心等等这样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这样一个支持下，那我们的研究这个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也欢迎有志青年和学生到这个兰大化学院来这个工作，加盟化院，那么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深造攻读学位。那我的报告呢，最后呢以这样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是用我们课题组自己合成的材料，那么打印出来的这样一个荧光图片。那么不管是背景的蓝色荧光，还是这棵树的绿色荧光，这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制备的材料打印的这样一个荧光图片。那么用这样一棵美丽的荧光树作为报告的结束。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这个听我的报告，来参与这个分享，谢谢。好，谢谢唐老师的精彩的报告。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网上的听众已经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唐老师。我给唐老师转达一下。有人提到发白光的上转化包很多翘层，是不是不好合成？如果用别人的稀土油酸化合物合成上转化材料，这个能不能直接换成氯化物来做？这是关于合成上的一个。对，这个上转化材料，因为我课题所涉及的不是太多，当然随着它翘层的这个增加，它的合成难度是要增加的，那么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它这个就是它的结构以及它组成。去实现它的对它的这个发光性质的这样一个这个调控，那么可以得到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荧光的这个发射，就上转换的这样一个发射。那么这也是现在这个上转换材料里面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好。氯化物也有在做，对，氟化物。OK。
还有人问到是刚性配体无水配位的 MOF 是否更有利于发光？对，一般来说呢，就是配体本身，如果它的这个吸收越强的话，这时候吸土的这个好，荧光呢，因为在它是一中个能场量休转移的息，过程，这几那分么只钟要能我级匹去。配的比较好，这时候呢，吸土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荧光，同时呢，尽可能减少配位内介的水分子，那个羟基的这个振动呢，会对这个吸土的荧光有一个比较强的促灭作用，那么减少它配位内介的水，也会有利于增强它的荧光。好，我刚刚听您的报告的时候，我留意到一个地方，您说的那个有的二价离子和三价离子，它们的这个跃迁，一个是 DF 跃迁，一个是 FF 跃迁，哎，这个我对这一块不是特别了解，您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对，因为这个二价有离子呢，它是一个这个，就是从电子构型来讲，它是一个 CF7 的这样一个电子构型，而三价有离子呢，它是 F6 的这样一个电子构型。从这个就是配位的这个环境来讲，就是二价有离子，因为它有外层的这个5D 轨道，那么它也可以出现这个 D 到 F 的这样一个跃迁，因为它自己的这个 F7 是一个半满的这样一个稳定态，所以这样的话，对于二价有来说呢，它的这个吸收和发射都是以这个 DF 跃迁为主的这样一个吸收和发射，而三价有离子呢，就主要是 FF 跃迁。这个 DF 跃迁，对，DF 跃迁它因为 D 轨道在比较外层，所以它受配体的这个影响，就受外界环境的这个影响呢，就会比较大。我记得以前学的基础知识的时候，不是提到这个光谱跃迁有一个 delta L 等于一的这样一个旋律是吧？是的，对，那在这里面是符合这个规律吗？对，所以二价有离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荧光是比较强的，因为 DF 跃迁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允许的这样一个跃迁，而对于 FF 跃迁来说，它应该是一个进阻的跃迁，能够发生这样一个 FF 跃迁，是因为配体的轨道它部分呢跟这个稀土离子的这个轨道呢有一定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时候呢，它有一个微绕作用，那么这样的话，使得它的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可以发生的，但是概率仍然很小，所以它强度很低。一般来说，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在无机晶格里面去增强它的荧光，或者是在利用有机的分子，就像我们做的，用有机的配体吸收能量传递给它，来增强它的这个荧光发射。OK，明白明白，好，然后有观众提到，唐老师刚刚说了很多次的界面效应，能通俗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吗？这里面主要是基于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里面是用氧化铯和这个硫化钴之间，它有一个这个结合。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这里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物理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在这个硫化钴和这个氧化铯之间，它就存在了这个界面，这个界面效应，就是在这个氧化铯和硫化钴之间，它实际上有一个电子的这样一个传递。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它的这个性质受到一些影响。OK，就是嗯，异质结界面之间的这个电子传递，应该是，对对对，是的，对对对，然后我看，有人接着刚刚提到那个 MOF 的问题啊，是不是没有孔的 MOF 会不会在发光材料方面更稳定？这个孔好像跟这个发光之间就是稳定性上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必然的联系，我个人认为。OK，对，因为稀还土的有，这个配合稳定性基本上都不会特别好，因为它的承接作用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离子耦极相互作用。好，然后有观众问到，转移到水相后的上转换，为什么测荧光的时候会不稳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观众自己在实验里面的一个发现，唐老师，您那边会有这个现象吗？转到水相的上转化，测荧光的时候不稳定。这个有可能是，比如说材料自身的一些分解，因为水跟稀土离子之间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结合，
如果他原本的那个材料体系没有稳定性不是那么好的话，据说可能在转移到水箱的过程中它有一定的分解，或者就是水分子的这种配位作用，即使它是一个材料，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配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这种配位作用也会导致对它的荧光的一个粗灭。我看观众的网上又发了一条消息，说是水溶性的扇转化检测时稳定性不好，他不知道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可能是他实验里面的一个发现。基本上来说，就是实际上稀土材料在水溶液中的这个稳定性，这个是要解，就是目前也是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对于稀土，比如说在生物体系，尤其在生物体系中的应用。那我们也是通过尝试一些，比如说杂化组装呀，这样一些这个反应的这样一些策略，去增强它的稳定性。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比如说我们的配合物在水里，它本身也不稳定，但是它可以通过跟一些无机的一些这个量子点呀，或者是这个材料进行这样一个杂化组装，这样有效的增强它的这个稳定性。就是在我的工作体系中，实际上也涉及到这块儿，因为实际上这个稀土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这个一个是水溶性，还有一个它的稳定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好，刚刚我看唐老师您放有一个视频，就是拿着一个移液枪往左边和右边去滴加那个极性的水的时候，右边是油酸铀铵的这个溶液，我想知道如果把水加到这个能溶的溶解油分散油酸铀铵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个里面，它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团聚呢？您说那个量子点本身的那个团聚吗？对，我不知道这里面它那个相界面会怎么变化，还是说直接作用于发荧光的这一部分？应该是直接作用于发荧光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加的过程中就发现，它本身就是这个钙的放量子点本身在这种极性溶剂里，就是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差的，就是很容易荧光就粗灭掉了。而我们得到那个材料，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对水的这样一个抵抗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就拍了那一段视频。团聚的现象没有在这个里面看到明显的看到团聚，因为那个量子点尺寸也比较小。好的，然后现场的观众有问到高合醋的 MOF 会比单金属的 MOF 荧光更强吗？这个不一定。那个其实一般来说，就是荧光它有个浓度粗灭效应，就有的时候这个合数增加反而会使它的这个荧光粗灭。这个要看这个能量传递过程的一个设计。好的，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唐老师这边的问答环节就先到这里结束。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唐老师的精彩报告和耐心的解答，谢谢。好，谢谢胡老师，谢谢线上的小伙伴们，谢谢。好，再见。哎，好的，再见。最后，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报告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报告和解答，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受邀进科研云的交流群，以获取我们后续讲座和各类活动的信息。最后我们也再次感谢本次活动的合作方，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 Nanomachine Letters 杂志的一个大力支持。最后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当中的科研云的公众号和 NML 的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后续的一些更新。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在Nanomachine Letters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当中结束今天的整个活动。好，谢谢各位。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的 Nanomachine Letters 杂志社，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协办单位来做一个简短的关于期刊的一个介绍。Nanomachine Letters 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并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的这样一本国际性期刊，它的国际合作单位是 Springer Nature，它是一本开放获取的期刊，具有连续出版，审稿周期短等特点。它通过Springer Nature、科瑞安等
平台进行合作和推广，并已被 SCI EI 等数据库收录。它目前的 JCR 影响因子是已经超过了12，并且在学科排名单中是位于 QH 的近10%。自2013年起，NML 杂志获得了第一个影响因子，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具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在最新的影响因子已经超过12，同时呢它也是在物理、纳米和材料这三个学科当中都是排名国内第一的这样一本期刊。同时呢可以看到SciScore 的这样一个影响因子也是达到 12.9，位于材料学科排名的第四，同时呢也是中科院学期刊分区一区的 top 期刊。Landmark Letters 力争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以看到在2020年已经发表的这样一些文章列表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些知名学者。同时呢这张页面当中也展示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Landmark Letters他发表的这样一系列每个月的期刊的一些封面，充分反映了在期刊当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些研究内容。同时呢在1到11月份杂志的下载量也是呈现了相对于往年一个快速的增长，可以看到每个月都相对于之前的几年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同时呢期刊也被科学网、东方网、文汇报、新民周刊等杂志新闻媒体广泛的报道，并获得了包括2020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20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等诸多的荣誉。Nanomic Letters 期刊是由81名编委组成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编委队伍，包括了42名国外编委。同时呢在国内方面它也是囊括了4名国内外的院士，包括加拿大的首席科学家、美国材料学会、物理学会的这样一些会士，包括国内的长江学者结晶等等。同时呢我们的编辑队伍也是由13人组成，其中专职3人，海外5人，具有海外经历的11人，全部具有博士学历和专业研究背景。 NML 的审稿系统是具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周期，它的初审是3到5天，审稿平均是23天。在稿件提交和修改过程中会有专业的编辑进行学术编校，同时呢会对文章的语言进行一个非常专业和细致的改动，同时对图片进行一个精修。在文章最终出版之前，也会有专业的美工进行文章整体的这样一个质量的提升。但是这样一系列改进的工作也并不会消耗太长的时间，从投稿到发表，我们的期刊的一个投稿的一个过程平均只需要65天。同时在文章最终接收之后杂志也会通过多渠道进行展示，提高这篇文章的一个展示度。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各个网站、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邮件推送等等进行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宣传和推广，进一步提升您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曝光度。比如说微信您可以通过 Nanomic Letters 进行搜索，在科技网博客您可以搜索 NML 纳威快报这样一个关键字。同时呢NML 也参与了一系列会议，包括线上线下的这样一些会议的一个展示，包括和科研云合作的由王忠林院士所领衔的这样一期活动，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由 NML 独立组织的一些线上学术交流活动。好，那对于期刊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关注这样一本期刊，并在成为并通过后续的一些交流成为 NML 的读者、作者、审稿人以及编委。